预备，跑！太过分了，小月，你跑得太快了，竟然就跟飞毛腿一样，你比男狮子跑得还快。飞毛腿，你是夸我的吗？不是，你别在意表面意思，你这里挪精神哈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你不会还在因为他俩拿你打赌的事情生气吧？没有，我有什么资格生气啊？这事换了我也生气。不过呀，你想一想，程朗也是在认真的教你，你的成绩也提高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他们俩打赌获利者其实是你，对不对？说的是有点道理。就是嘛，快别生气了 ，happy 一点，好不好？累死了。真不知道留下来是好是坏。快，快。又退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郭老师，忙呢。什么事儿？快快！老师，你还记得咱们学校去年40×100男女混合接力赛输给了14中的这件事吧？就一分啊，就差一分，您甘心吗？不甘心，对吧？那又能怎么着呢？现在你们都高三了，正是学习最紧张的时候，啊，我也不能耽误你们的学习啊，不然你们张老师怪罪下来，我可担待不起。这个您放心吧，老师，我们会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训练的，绝对不会耽误上课。您只需要帮我们安排一下报名的事情，其他的事交给我。啊，也不是不行啊，但是吧。这个男女混合接力赛本身就是咱们的短板，真的跑不过14中的，得想办法呀。哎，夏小菊100米14.8秒，那他也不行。怎么不行？我跟他有仇。啊？男生本来就应该让着男生。再说，在集体荣誉面前，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？这个我当然知道，老师。可是这接力赛是团队合作的问题，那我们两个互相看不顺眼，那怎么可以齐心协力啊？反正呢，报名你来安排，选人我来选。谢谢老师，你忙吧，拜拜。谢什么谢？我答应你了吗？我。师爷，这可是我最爱。人找的怎么样了？楼我都跑遍了，那衣服都要湿透了，腿都要跑断了。说重点。大豆，你要什么都没有。你不是让赵强去找了吗？他也没找到。师爷，要不算了吧。不行。我们这次绝对不能输给14中，你忘了去年14中赢了咱们比赛之后，逼着咱们叫那什么的耻辱了吗？那怎么办？现在一个人都找不到。在集体荣誉面前，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呀？难道真的只有他了吗？你能追得上我就还给你。哎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为什么抢我东西啊？站住！站住！刘师弟，站住！
春天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没，我就是想看看你能跑多快。厉害厉害，甘拜下风。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以后别找我茬。我的天哪，他太快了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就他吧。陆十一，你又要干嘛？飞毛腿，这周好好练习接力，准备参加下周的市运动会。老师说过不准我参加运动会，还有，不准叫我什么毛腿，你才毛腿呢！你只需要好好练习就行，其他的不用你操心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啊？我不是操心，我是拒绝。下局。你又要干嘛？你要知道，我来找你参加比赛是给你面子。我谢谢你啊。这面子呢，您还是留给别人吧。夏菊，什么态度啊你？哎，十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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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别管人夏小菊什么态度，你再看看你，你这哪是求人的态度啊？那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求？我要什么态度啊？好，忙着呢。吃吧，都是给你的。香吗？香就行。快吃，吃完了正好我给你商量点事儿。运动会呢，我是不会参加的，张老师不会同意我参加的。啊，原来你是担心张老师不会同意啊？你想啊，如果我们拿了冠军，光荣回校，那校长一开心，张老师也不敢把你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再说了。是真，我就告诉你。哦，那我回来好好想想。哎呀，你想什么呀？你说你成绩这么差，对不对？还不赶紧在体育上找找优势啊？是呀，就是因为我成绩那么差，所以我才更要好好学习。你要去找别人吗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怎么说变化？哎，你看，这不是还可以听吗？就是这个脚蹭坏了一点。哎呀，不就是一个破随身听吗？你只要答应我参加运动会，我明天就给你买个新的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啊？我都说了，我是不会参加的。你什么态度啊？你不要以为我有事情求着你，就可以对我这么拽。不是，干嘛呢？大早上的啊？要放松 ，relax。闭嘴，陆十一。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请你立马滚出我的视线。夏小菊，你不要以为我拿你没办法。你想动手是不是？来啊，你往这儿打，你把我打残了，我正好不要去跑步了，打呀！你。陆十一，你能不能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啊？啊！我又怎么招惹你了，阿爸？哇，好帅！我别玩了，打着呢。爸。
我这不是太忙了吗？根本就抽不出时间去学习吗？你太忙了，抽不出时间来学习。那不是你说的吗，爸？反正老家还有两亩地，考不上大学，大不了回家种地。哎呀，真是胸无大志，冥顽不灵，知道吗？哎，你干嘛？你胆子还越来越大了啊？我作业都写完了，我打一会儿。喂，谁啊？小红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赶紧回来管管你这宝贝儿子吧，他的班主任天天的找我，说他上课不好好听讲，下课又不好好学习，而且现在还作弊。现在全学校的老师都知道我陆修德的儿子作弊，你说我这张老脸往哪放吧？我怎么还能？你干什么去？爸，你儿子现在打算回房间发奋读书去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你就说他啊，现在天天的这么跟我嬉皮笑脸。没事瞎嚷什么，公共场合能不能安静一点啊？当然有事，你下来再来再说。你让我下来我就下来，那我多没面子啊。有本事你上来啊。你下来。你上来。你敢下来吗？你敢上来吗？你我说你们俩是不是西游记看多了呀？这还演上了，是不是嫌作业太少了？他把我随身听摔坏了。就摔瘪了一个角而已，至于吗？你彻底坏了，没声音了，你赔我。哦，那你说是我摔的就是我摔的，你怎么证明啊？你还想赖账是不是？那我还说你想碰瓷呢。你废话少说，下来。好男不跟女斗，别打扰我学习。怎么会有这么讨厌的人啊？陆十一啊，你怎么又跟他吵起来了？你还有求于他呀？夏小菊，你怎么总是能激起我的战斗因子啊？要不然我帮你看看吧。不用了，没声音了。小菊，你还在为之前的事生气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向你道歉。你不用跟我道歉的，你确实也帮我提高了成绩，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。那现在可以让我帮你看看吗？问题不算太大。你还会修随身听啊？就是业余爱好而已，知识学杂了吗？咱们这儿刘奶奶的碟片机，还有十一的游戏机，都是我修好的。程朗，你太厉害了吧！幸亏有你，不像某人那么讨厌。小菊，你放心啊，我一定帮你修好的。好。有 hardly， 还有 never。如果我们把 never 这种否定副词放在句首的时候，倒装句的语势应该是这样的 ：Never have I seen anybody。Like this, before。所以同学们要记住，否定词用于句首的时候的样子啊。我回去告诉你父亲，看他怎么收拾。那么第二种倒装句呢，是 only 谓语句首。Only in the way can we learn English well。下面我讲第三种。没骗你吧？哇，真的可以听了。成了 你是怎么修好的呀？你太厉害了吧！就一点词头小故障，很简单。走吧。小菊。啊。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啊？嗯，你说。你
能不能参加市运动会啊？嗯，你是怕耽误学习吗？嗯，这事儿六十一也问过好几次，其实我并不是不想参加，只是我学习成绩本来就不好，如果再花时间和精力训练的话，我怕更跟不上你们的学习进度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不去是对的。我还以为你是来说服我的呢。当然是学习更重要了。你们真是太让我生气了，知不知道？咱们高三了，这身体的核心力量太差了。我跟你们讲，身体素质差，影响记忆力，影响大脑发育，大脑不好，你们是考不上大学的。让你们好好练身体，我是完全为了你们好，就是不听我的。徐若桃，你给我站好了。黄香香，不服气是吧？啊，行了，王艳翔、邱乐桃、付瑶，还有你，过来了，到那边，我带着你们单练。其他同学解散。哎呦，先过去了。怎么样，说服夏小军了吗？再找找别人吧，他本来成绩就不好，再拉他过来，那不就更跟不上了？这个夏小军居然连你都拒绝了。他担心影响成绩，是可以理解的。那想个办法怎么办啊？那到时候总不能真的叫十四中那些人。哎呀，陈老，小菊来了。正好我自由活动，我来帮你抬杆吧。谢谢你帮我修好了随身听。那就麻烦你了，小菊。就你这身高啊，还抬杆？你能抬到哪儿啊？抬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有1米64.7的拖鞋量的。嗯，好高啊！懒得跟你计较。程朗，你跳不了那么高吧？嗯，你加上鞋底，不到1米7，一般是我第一跳的高度。真的吗？不信比比呗。不比，我又不会跳高。哎，谁让你跳的啊？你只需要站在这儿，拿头顶好。如果程朗能顺利的从你头顶上跳过去的话，那你就要给我们买好吃的。如果跳不过去的话，你说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怎么样？考虑一下。不怎么样。我说你俩打赌，为什么总扯上我呀？我妈新给我买了游戏机和游戏卡，考虑一下。程程，夏小菊，程朗可是信心满满啊，怎么着，怕了？我怕什么怕？我才没怕。脸都吓白了。没有。没有就过来啊。站过去，别磨叽了，站过来吧。小菊，你就站这儿，不用动啊。相信我，就算我没有跳过去，也不会让你受伤的。
下局。干嘛呢？小菊，你没事吧？你说什么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本来就傻，程朗这一票把你吓得更傻了。程朗，你可得对他负责。小菊，现在上课呢，你干嘛去啊？医院的扶叔，我去买吃的。现在上课呢，他去买吃的，万一被老师抓住怎么办？你故意的？谁让他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就是让他长一个教训。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他万一真被老师抓了怎么办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别瞎操心了，关心关心我们自己的幸福吧。啊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时间点办公室应该是没有人的，咱们游戏机还在那放着。上课期间，谁允许你出去？张老师，问你话呢。还有啊，你带这么些包子，你给谁带的？张老师，我是这样的，我刚刚体育课跑太多了，我太饿了，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吃的。你糊弄谁呢？你一个小姑娘能吃这么多包子？我真的可以，不信我吃给您看。
这个谢小菊还挺仗义的。又吹过。你拿回去，你就放好了，放回去。老师，我刚才，在那边看到有咱们同学逃课，就在那儿，你看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最爱逃课的就是你。你们两个听好了啊，马上回去上课去，听见没有？啊。啊，好险！夏雨，你买包子干嘛？你吃没吃过薯片？吃没？你怎么了？好点吗？啊！你干嘛呀你？我能干嘛？我是在救你啊！不是，你救我需要这样吗？无知可真是可怕，我这个叫海姆立克急救法。算了，看在你刚才那么仗义救我的份上，我就不和你计较了。不过你也可以真是够笨的，我让你先走，你偏要过来找骂。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？我那是为了救你，我要是被老师抓住的话，大不了被骂几句。你爬那么高，被抓住的话是要被处分的，知不知道？你可真是操碎了心。谢了。啊！夏小菊！啊！对不起！我帮你洗吧，对不起。反正现在也没纸，早晚也得洗，将就用这个吧。是男生的衣服吧，那么大。你又想找邹叔叔？现在挨揍的应该是你，你居然帮男生洗衣服，你早恋。你一个小屁孩知道什么是早恋吗？夏家叔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就去告诉爸妈，不让你看电视。那我也告诉爸妈，你帮男生洗衣服，你早恋。你还威胁我是不是？你给我再说一句。夏小菊她早恋，她帮男生洗衣服，她早恋。你闭嘴！夏小菊早恋，夏家叔。夏家叔，你给我闭嘴啊！警告你，三个给我打死你！家叔！哎呀呀，你们怎么爬这么高啊？走人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！哎，我去拿梯子接你们啊！别掉下来啊！家叔，你让你跑什么跑呀？还不是你追我吗？我追你也不用往树上爬，大家现在都下不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为了躲你。家叔，你抱紧点啊，别害怕。嗯，你也抱紧。哎呀，家叔，姐姐坚持不住了。我真的抱不动了。家叔，别躲啊，家叔。家叔，你抱紧点啊！猪还会上树啊？能下来吗？要不要帮忙啊？十一哥哥，快救救我！家叔，你怎么也在上面啊？我下不去，救救我！没事啊，哥哥在下面接着你。不要，他冒险了。你要是判断失误，摔着我弟弟怎么办啊？姐，我真的快撑不住了。来，家叔，跳吧，相信哥哥，哥哥可以接住你的。下来吧。家叔，你看，姐，你要赶快跳下来吧，十一哥肯定会接住你。别，就你姐这体重啊，我这俩胳膊得废了。
夏菊，你自己慢慢往下爬，我在下面护着你。注意安全，你慢一点，不着急。在高原里，另一个你无声的叹息，没有人能够明白你，快乐不透明，痛苦不彻底，很高兴你是不甘心这样放弃，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，有些泪需要休息，时光里染上的印记，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，去找回一路上存在的意义，人生苦旅让灵魂休养生息，勇敢地真实的。